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被鱼玩的龙哥。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抓鱼。现在我们带了地笼，我们今天两个要下个地笼，现在马上走了。这边有两个小朋友在这里抓鱼，你看哈，一个简单的一个棍子一条线就能抓到鱼了。看一下小朋友抓到什么鱼？小朋友抓到什么鱼啊？看一下，哦，是我们的虾虎，紫鳞虾虎，看到没有？小朋友都抓到了，我想我们也能抓到。哎，小朋友，这个也是钓的？对啊，都是钓的。这个也是你们钓的？对啊。这么厉害，你用什么钓的？用蚯蚓。啊、哦，有蚯蚓啊，这个可以钓。你用这个盖着，它缺氧了，放到水里。那个、它会跳的。跳不出来，现在盖着它，这样子，就去到那里用水漏着它，不然它缺氧了，已经浮上来了。还有好了，我们也不要拖后腿了，现在马上来抓网。没有，没错没错，不行，太烫。什么都没有，看来我们的办法是不行的。看一下，我们赶一下，看看有没有。哦，哇，好多鱼，好多鱼！你看一下，哇，好多好多，哇，笑死了！我等吧。小朋友，这些都给你啊，这些都给你了。来来来，打开打开，等一下我们再抄。哇，好。来，继续，我们再过去抄一下。这边，我们从这边，这边，看一下。哇，又有了，好多好多，看一下。好了，我们这些我们收了吧。收了。好多鱼啊，回家可以做一道美食了又。有了，收了。哎，有一条是什么？跟刚才那个不一样的，哦，好像是我们的庞皮鱼，是不是？然后接着给你小朋友，不是罗非，这是庞皮，可以扔到鱼缸里面了，可以，拿走。哇，这里好多，这里又有好多，你看，收了。喂，有一条大的，有一条大一点的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是罗非，这个不要了，这个也给小朋友，小朋友这个也给你，来，我给你抓一口啊。哦，看来已经没什么鱼了，这一场只有几条了。算了，我们看来不能做一道美食了。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收获。哇，好多！好，小朋友再见。啊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喜欢的记得关注我，我是被鱼玩的龙哥，再见。